在请出下一个表演团队之前，我想请问丽阳一个问题 ：China 是什么意思？这你可难不倒我。China 不仅是指中国，也有瓷器的意思。中国瓷器是故乡，青花瓷是中国陶瓷中的珍品。对，说到青花瓷，我觉得刚刚上台的几位女士就像青花瓷一样高贵典雅，秀外慧中。是的，很像。那接下来呢，请我们一起感受舞蹈青花瓷带给大家的凤凰涅槃、浴火重生之美，有请。Thank you.